一本本的老相册，各单位来访的感谢状、获奖奖牌，还有在地居民制作的手工艺品，这些都是当时广慈博爱院留下来的历史轨迹和老故事。王宏维议员现在是立委，跟周一修局长，我们实际到浩然养老院去看这个古物，大家有一起，而且他在规划中也有在事先，跟我们做研讨，跟事先做一个，报道。现在的广慈园区已经不同于以往，特别是社会局特别在这里设立文物陈列室，以广慈博爱院为背景，展示当时保留下来别具历史意义的文物。那一定是前人一定要置业的去做一个推动，这么努力的情况之下，也才能够有今天的成果。广慈博爱院曾经是台北市最具规模的社福机构，也承载了照顾弱势族群的社会使命与责任。这回透过主题“回家”，让市民朋友走进时光隧道，感受当时的生命情感。九川花场报道。